我们来到了港口，这里是向阳广场。对，嗯，好吧。接下来我们要来搭船去赏景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今天我们是比较幸运，超好的。今天我们很幸运。Hello， 小元宝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来照相一下。我们的船到了，我们坐这个太平洋。啊，什么管哦？我还掉出来过，我还管。我们在网络上买的票，然后就来这个向日广场集合，集合之后报到之后，现在搭船了。太平洋，准备上去了。好酷哦！啊，我要坐上面还是下面好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上面好了。啊。嗯。啊，在爆哭哎。我你八股的。好，给人叫声音拿去。那是侍卫的哈。那侍卫。王长。啊，对。OK。上面开船，来，我们参加太平洋，在这边就好了。哎，在这里。哦，在这里拍。想不想上船看鲸鱼？救生衣示范。加油！哇，我饿了。等一下，明明，等一下，明明，哎。
感觉他好像出发了哎。啊，走了。走了走了。妈妈会脱掉这个吗？啊，好，那你放着。妈妈，赶快穿上去。好，我赶快穿，赶快穿。儿童的怎么穿？我是小。爸爸下去拿救生衣给女儿。小朋友的救生衣。小朋友救生衣。很可爱哦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准备去看海豚、看金鱼喽。妈妈，你像妈妈这样坐着。妈妈，现在都要恐怖哦。好，那你坐着扶着，好不好？这样子看，不要刺激。你要坐着扶着。好啊，坐着。那怎么脚也要扣？妈妈，那感觉小朋友的脚不用扣。没关系，来，我妈帮你拉紧点那个第二个。帮你拉紧。嘿，阿姨，不然等下你掉下去，这是帮你。阿姨，你坐这边就好。好，坐这。喜欢我的救生衣。这个要扣最第三个。第三个在哪里？好，阿姨，你像妈妈这样子扶着。有海的味道，咸咸的味道。我们在二楼上面，前面有那个驾驶员。我后面也玩的快，没有很快，还蛮稳的。蛮稳的。我根本都不会头晕啊。应该是还没有。应该还没有海豚，我还没有加速。现在是装束啊，等下如果我很快的话，我马上走。那是让我。坐着，坐着。阿恩，你还记得你去那个马六甲河吗？我们一直坐船去马六甲河。忘记了。害怕。这样子坐着还可以看外面。阿姨，你坐着啊！妈妈，我感觉加速。你像妈妈这样子坐着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我感觉加速了。对，还握紧哦。你让阿姨像我这样坐着扶着。哇，海浪好大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扶着。今天天气好好哦，不用穿雨衣。真的，超好的。超好的。两个孩子在看。妈妈感觉有加一点速哦，我感觉有加一点速啊。是他有报告。好可爱的。好远呐。哎。我也感觉慢慢加速。别害怕。加速的话，你们先走。上面的座位是这样子，一整排的。然后，楼下座位是横排的，哎，那我们就选坐在上面。好棒！对，我是在玩就是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刺激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包场了。包场了，哇！很好玩嘞。我想慢一点。他扶好哦。好。Thank you.
这一群海豚，就是我们早上看的种类。哦，它跳起来了，那里。它有早上有到上百只，它等下可能越来越多只浮上来哦。等一下，它这个身长体重都会蛮。大概就是三长一百，六七十公斤。哎、啊，有看到吗？看到它影子了。起来。早上看到它们，它下午还待在这边哦，不错。我去哪里了？它是下午好像比较懒，哎、欸，早前面已经有了，都其实有点散开了。没关系啦，因为海水深。黑色的。好久，找找看。船头前面有。这里呀。我那边有。然后慢慢的起来啊，只是有点分散了。哦，有那里一只。那里有一只。那里一只，起来。右边有一只。那边两只。前面比较多，会跳哦，这种会跳。啊，尾巴还打水。看到了吗？有，那里也有。飞旋海豚。这里也有。是吗？飞旋海豚。它会飞出海面旋转，所以它叫飞旋海豚。它不会掉。有好多只啊，我都看到了，好多只哦。那这里又跳了。右边起来，右边。啊，好多。多、哦，你有看到吗，阿玉？阿玉，你有看到吗？尾巴尖尖长长，阿玉看到了。飞旋海豚。在那里还有。我有看到。啊，上来了，慢慢起来了哦。现在都潜到底下啊，可能在吃东西。你来了。哇，又看到了。算是花莲常见的之一。哇，又看到了。是最近传出的哦，这种海豚会靠近船。看到吗？开心吗？在那里。就这边。想跟他游泳吗？那想啊！他现在有点慵懒，早上活力比较旺，一直跳。哎，那里有一只呢。这里都在下面。他已经习惯我们。船头底下应该有，手机要拿好。船头底下有，我们的船头底下就有了，那边就有了。对，他喜欢在船头。喜欢拍跟电视一样漂亮。左边，哇，大家都来这边呢。对啊，三只船，一只，两只。你们在后面船头底下。船头底下。哦，他跑到船头底下。那里。啊啊，有。在这里。有看到了，有两只哎，哇，好多只哦，一二四只哎。那其实蛮多只的，都是分散。四只。等下看有没有多一点那一群。哦，要跳起来了！它怎么会这样跳？期待它会旋转表演一下。啊！它怎么一直在？因为我这种会有转体的旋转的动作，其他都是跳起来。哇！跳起来了！啊，那两只一起了。嗯。啊，那两只。很清澈，所以看得到。哇！跳起来了。右边啊，跳起来啦！海豚呢，都是要上来换气，因为它跟我们一样都是用肺呼吸。然后是海上哺乳类动物。跳起来换气。那个妈妈身边大概那几个月的那个哺乳期啊，它们寿命很长，大概都有40-50岁以上。左前方有。左前方来，过去一下。好，我们慢慢过去，船头前面。船头前面呢？哎，他们有点冲浪的动作。哎，那里好多只哦！我看到第二只。一群的。哎，一群跳起来，看三群哇！哦，一样的种类哦。有没有看到阿姨？那它常常出现就是那个上百只起跳。哇，你看三四只一起跳。对。我看到另外一只了呢。
右边比较多。左边的慢慢游过来，右边的。好。他喜欢在我们船头前面，沿着这个船头的上面。哇，又有了，那好多只哦。那我们船在慢慢的动，他慢慢的跟。我想说看他习性去开船。嗯。不要靠近我们的，靠近我们的。哦，那他们也是要需要休息啊，他们左右脑会轮流，他会休息。对，其实他们也是要睡，可是片段是睡眠，大概就10分钟啊，很多。啊，就在我们前面跳，你看就在我们前面跳，哎，有看到吗？一看就知道五只了，在这里看，那边很近，那边有上千米的海参哦。所以这边不像垦丁那样，因为这边是深的，垦丁的浅滩，垦丁就有多那种可以游泳啊、香蕉什么那些活动。哦，那边是比较深的海域，就哦就有赏金这个活动。游过来了，有可爱吗？有，可爱的有看到它。哇，它游过来，这好多、哦。那里比较多，那里。看到它嘴巴吗？有啊，嘴巴尖尖呐、啊，很多。你看，三只、四只。哇，野生的比较自由自在的。有啊，嘴巴尖尖的，有没有看到这里啊？有没有看到嘴巴尖尖？那海洋馆、海洋公园那是平鼻海豚，这边。也是有这个种类，但是比较少，比较再少一些一点点。好多泡泡。啊，快，给我过来，快点倒出吧。像这一群就比较喜欢待在里面这边，因为这边的浪啊比较平静。那有些种类是比较喜欢在那个外海。那不是每天的浪都这样，因为今天是东北季风减缓第一天，所以刚才前面那一段坐起来比较不舒服一点。哦，但是不是每天都这样，像明天、后天，它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平。哇，让我挂起来。我挂起来。那如果刚好，我们经过的时候它是下潜，我就没有遇到。你看，有时候开一开，它跑自己跑，刚才就自己跑过来，然后就。代表对我们，然后印象都不错。他们很聪明的，但是我们只是来跟他们玩。没有了，等下穿。